恭，恭迎您来到新加坡慈济人文青年中心。接下来走到了我们的正门口进来的时候呢，其实在这里有十片的看板，因为进来到我们青年中心呢，其实是各式各样的民众，然后有一些不认识慈济，有些只是略知慈济，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些看板能够让他们停下脚步来了解这个中心以及我们慈济在做的一些事情。看到了新加坡青人中心啊，真的是美啊，很干净，很开阔，真的是很有福啊。所以我们要用心，有这一个土地，这都是凡事都是借用的了，人间呐、啊，都是呢给我们用，我们要好好的利用它，利用它，培育一群好青年、壮年、中年、老人，我们呢？行善行菩萨道，不分年龄，我们共同在那里时常集会，彼此分享共修，互相勉励啦，人人呢、啊、做个年轻人的好典范，我们疼他爱他，用虔诚来鼓励他，都可以在那里啊，培养出了一个美好的心境，还有呢环境啊，总是把它呢把它好好的建立起来。所以我说，新加坡有福啊！那我们大家要把握这样的有福的因缘，所以要勤精进，佛法一定要听，因为呢，我们知道很多啦，是认识呢很多，现在的科技发达，要认识人没有困难，要认识天下事也没有困难，就如现在我们要坐在一起，你们在师父的面前，师父也在你们的面前，师父听到弟子的分享，也听到了弟子呢在生活中呢也有受了这一波疫情有影响，但是呢有了文化心法这样的心境啊，就可以看得开，不会受了现在的环境所影响，我们总是会看得更开。那这都是呢在这一波啊，我们能彼此啊来互动，又听到了法亲的关怀，那一分的互相关心照顾，哪怕是我们的照顾户，就是因为有缘，我们开始的照顾，一直一直呢，我们还是要照顾。总是呢是法亲呐、啊、大家互相法亲关怀，还要鼓励法亲呢要更关怀，有一群人没有人关怀的人更需要我们去关怀，这叫做菩萨。我们菩萨呢要有群，那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彼此呢来勉励，
鼓励的，这是很重要。推术更重要，因为呢，五谷杂粮维持我们的健康，身心清净。我们的身心呢，所培养的都是善的念头，没有贪恋，总是很清净、干净，而且呢，发挥我们的爱，爱的真实意义啦，总是庇护众生。这就是我们现在呢，人人自己如树，自己身体健康，推动树呢，能让社会人人减少疾病，同时呢，可以拯救众生，可以去除了、减掉了被杀、被伤害的，而且可以呢，种下了这样的善因果，有善因呐、啊，才能有善果。相信新加坡的菩萨们，你们心法都是很认真、很殷勤，我们呢听进去了，把法呢在心灵呢是永远藏心，不是说这是旧的法，就把它当作旧的法没用啦。旧的法才是呢真正的宝贵的法。我们从旧的法到现在呢，我们都可以印证到了师父过去所说的法，都是经千古而不易，没有变啦，经千古而不变的，那都是真实法。很期待我们把握了真实法。其实呢，佛陀来人间呐、啊，就是为了这样的真实法来人间，一大事因缘，那就是要教菩萨法。这趁着这一波，我们有机会多接触，因为现在科技发达，人人手中一机，哦，那打开了手机，有法互相分享，彼此之间呐、啊，好话互相宣传，这种好话，好人说，好人做好事，好事也是好人做。这都是呢，我们可以见人都可以说，说好话，说慈济话，要传情，结有情，传慈济情。我们这个时候不一定说要集中很多人，想到了谁，你就手机一点，送他几句好话，跟他联络联络感情，这叫做结友情，没有困难。劝述几句话，一道菜，照个相给他分享，菜根香。那这种菜根香啊，蔬果香，这都可以呢给我们很足够的营养，而且呢，我们的慧命呢，最好的资粮，慧命的资粮可以增长我们的慧命。现在的社会，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无量易经》里面的，我们一定要去多看、多了解，要身体力行。我只是说知
光之没有用，不只是说我有这样的知识，光有知识也没有用。我们最重要身体力行，身体力行呢是知与事后面的智慧。我们要修智慧，有智慧的人呢、就懂得如何造福人间。我们能有造福人间的人呢、生命呢才是有价值的生命。这是师父跟你们说，期待人人的生命啊，既来到人间，我们要发挥我们的生命价值，为人间付出。